大家好，我叫王新月，是演员，可以叫我新月。你身份证的姓名是？王涛。这不是身份证上的姓名，因为我们认识。我呢，我也很会做饭，我湖南人。然后呢，我也会拍照，我挺会拍照，真的。啊，行行行，知道，这也打到蒙姐了。然后我还能开车，我也能开车，老爱开车了。可以不看 VCR 吗？我求求了。啊，请看 VCR。求求了，我求求了，不要看了。王星月的老物名是孟子义、汪苏泷。看过里面有你写的那个吗？有。我那个第三太尴尬了。你跟林夕啊，其实不咋尴尬，尴尬的地方在于你在地下就这样翻身。你俩一起演戏吗？他跟我非常非常好的朋友，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，我们之前就一起玩过。我们也可以同是吗？你投啥呀？怎么你就这么不想跟我一对？没有，我听他说什么可以投，我问你。如果你选我，我立刻跟你走。没选我，没选我，放心啊。